李想、孙潇潇二人凭借其长达8年的恋情和各种花式秀恩爱，虐遍一众单身狗。然而2016年年初，两人却结束了长达8年的恋情，微博互相取关，再无互动。前不久，李想在出席某活动时承认与孙潇潇分手，恢复单身。然而刚刚单身的李想却迅速有了新欢。11月16日，有媒体爆料称，李想深夜密会一女子，二人于酒店房间共度一夜，疑似新恋情爆出。据悉，在11月2日，李想现身南京，在与助理来到某酒店入住房间后不久，李想助理便领着一位身材妖娆、穿着清凉的姑娘出现在酒店。就当众人以为应该分房间住时，两人却一同进入房中，一夜未出。想必吃友们应该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了吧？而且截至目前，李想方面未做出任何回应。话说啊，这位姑娘到底是导致李想、孙潇潇分手的关键所在，还是在他们8年情断之后的成功母位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如果真的找到了满意的另一半，那就早点结婚吧。网络捞新闻，吃瓜群众坐等当事人回复报道。